道一件事情，新人联盟重生了。我们是幸运联盟。特殊，坦克，流汗，伟大。蹦两下，喝两口，活跃一下。吃龙江散，打开 GoPro。我们都是零零后啊，都是零零后啊。我觉得来看我们都是喜欢音乐的，喜欢音乐的不分年龄，表达的就是我们。绑带，那我就十几条手绳都带着。这个手撕的无袖，你里面也撕了吧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鞋子吧，一个字，敢。最好的单品是自信，灵魂，做自己。那不是鸡蛋？为什么？我爱吃鸡蛋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他爱的东西就是时尚的东西。没有定义，很多种都是少年，就像我们五个都是不同的个性，但我们五个都是少年气息都在的。夏天意味着巡演啊。对啊，冬天写夏天巡演。对别人宽容，然后也对自己宽容一点。他成长本来就是个问题，有点沉重，就是玩，野蛮生长吧。歌词里面有一句，就是说平行宇宙，就是说平行宇宙另外一个我，我反正是信的，反正我经常会想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，实际上是存在那些，而且他可能也在看着你，或者你以后可能会看到他。那我去平行世界里面当 rapper， 我去平行世界里面当越南方程坤吧，就是去啃萝卜，去叼萝卜。我现在我的宇宙挺好的。我去当键盘手。那咱俩的平行时空互换了，直接时空互换了。我不想去。好点，精彩，精彩。现在的你还好吗？觉得现在的你还有音乐节跑吗？现在你们的冬天和夏天都在干嘛？可遇不可求，确实，我们幸运联盟冬就在一起，努力是为了让我们运气失灵的时候不要太狼狈。哇哦，我帮你记下来。还要努力，还要努力。李润奇雨露又下了一句。我还存在。我就觉得有效同意，无效同意。马拉里 ，OK， 好嘞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